如果拥有让时间暂停的能力，你会用来做什么？这个男人是本神，是一个苦逼的动画师。这天他因为做出来的动画略显粗糙而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老板还让他重新做一个在明天会议的时候交上去，可是他的时间压根就来不及了。于是绝望的本神就对小小的工具许下了愿望，然而没想到还真的有精灵出现了。Jesus。精灵还说他可以帮本神实现他的愿望，本神也是将信将疑的说出了他的愿望，那就是把全世界的时间都用来让他完成自己的动画。于是精灵就给了本神一个时间定格器，只要按下这个按钮，时间就能暂停了。我有一个朋友也。第二天会议的时候，老板毫不留情地羞辱了本神的动画，于是本神就想到了手上的定格笔，然后老板就这样当众出了丑。但是本神还是不太满意，他又继续用定格笔一针一针的控制老板，说出了我要辞职，因为我歧视黑色这几个字。体验过了这种操控时间的快乐之后，本神就去做了更多的实验。他先是操控乞丐在街边唱跳 rap， 接着还控制路人给他鼓掌捐钱，然后又让乞丐把这些钱都送给自己。本神有了钱后就去赌球了，他又通过自己时间定格的能力控制球员完成了各种高难度的动作。这把解说员都给看懵逼了，这是他从业30分钟以来遇见的最牛的操作了。接着暴富后的本神又来到超市进行报复性消费，他看见远处的这对男女后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过这次操作的时候却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查看监控的工作人员看到男人一瞬之间的变化后，直接就惊呆了。为了救回这个男人，本神就将时间暂停了。接着他又把男人带到了医院，然后自己在看书学习如何挽救这个病人。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本神又操控老板说出了自己喜欢黑色，然后还给员工来了一个亲密的互动。就在老板夸奖完本神的动画之后，本神突然发现时间暂停器好像坏掉了，所有的画面就这样一直定格住了。这时候精灵又出现了，他表示本神之前不是许愿说要把全世界的时间都用来完成他的动画吗？现在动画完成了，时间自然也就没有了。于是为了维护这个世界的秩序，本神就只好继续不停地去操控这个世界。很快这个世界也在本神的操控下又正常地运转起来了。